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载人登月。载人登月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的时候就提出了阿波罗计划。1961年，肯尼迪当选第35任美国总统，在参众两院特别会议中宣布支持阿波罗计划。到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继续支持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使用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设计工作，由时任 NASA 空间研究与开发项目主任冯·布劳恩主持。大家请看屏幕左侧上方的照片，就是冯·布劳恩。冯·布劳恩是美籍德裔火箭专家，也是20世纪航天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原来在德国担任 V2 火箭的总设计师。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辗转来到美国，在美国继续从事运载火箭的研究。他参与研制的火箭包括了红石火箭、土星1B 火箭，以及后来阿波罗计划使用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也是迄今为止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箭。在屏幕右侧的两张照片，上方的呢是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下方的呢是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这两任美国总统对载人登月任务的支持，也是促成了美国最终成功的实施了载人登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的历任领导人对载人登月计划的态度。阿波罗计划使用的是土星5号运载火箭。土星5号运载火箭于1962年开始研制，67年11月9日首飞，73年5月完成最后一次飞行任务。总共计划发射19次，实际发射了17次，成功率达100%。自1967年首飞至今，仍然保持着最大运载能力火箭的世界纪录。屏幕右侧就是一个竖立在发射台上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这个火箭起飞的重量超过了3000吨，相当于把一艘驱逐舰打进了太空。屏幕左侧上方的表格呢，反映的是土星5号运载火箭参加阿波罗计划之后执行的历次任务的一个情况记录。下方的表格反映的是几次重要的阿波罗飞行任务。在介绍阿波罗登月之前，我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阿波罗登月组合体的一个大致的组成，大家请看一下屏幕，屏幕上方显示的就是一个阿波罗登月组合体的一个组成的示意图。在屏幕的左侧是一艘阿波罗飞船，它包括了圆柱段的服务舱以及圆锥段的指令舱。在指令舱的右侧就是真正实施登月的登月舱。那么登月舱的右侧还带有一个带支腿的着陆器。在执行登月任务的时候，阿波罗登月组合体会首先进入月球轨道，环绕月球飞行。当时机成熟时，阿波罗飞船与登月舱分离，飞船继续在环月轨道上飞行，而登月舱着陆月球表面。在完成了月球的勘探任务之后，宇航员返回登月舱，登月舱点火，抛弃着陆支架，返回环月轨道，与阿波罗飞船实时对接。对接完成之后，登月宇航员从登月舱进入指令舱，阿波罗飞船与登月舱再次分离，阿波罗飞船启动返回地球的程序。大家请看一下屏幕，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一次典型的阿波罗登月任务的飞行轨迹。土星5号运载火箭携带着阿波罗登月组合体发射升空，进入地球轨道，时机成熟时从地球轨道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达到月球轨道。到达月球轨道之后，阿波罗登月组合体在时机成熟时，阿波罗飞船与登月舱分离，登月舱携带登月的宇航员在月表着陆，而阿波罗飞船则由另一名宇航员操控，继续环月飞行。完成月球勘探任务时，登月宇航员返回登月舱，登月舱点火升空，进入月球轨道。
与在轨道上运行的阿波罗飞船实施对接。对接完成后，登月宇航员从登月舱进入阿波罗飞船的指令舱。接下来，阿波罗飞船与登月舱分离，阿波罗飞船启动返回地球的程序，飞向地球。下面呢，我就要向大家介绍人类执行的第一次载人登月任务——阿波罗11号任务。在介绍阿波罗11号任务之前，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阿波罗8号任务，是用土星5号火箭首次实现了载人环月飞行。阿波罗9号任务是在地球轨道试验了登月舱与阿波罗飞船的交会对接。阿波罗10号任务呢，是完成了第二次环月飞行任务，并且测试了阿波罗飞船与登月舱在月球轨道的分离与对接。到了阿波罗11号任务，是首次载人登月的航天任务，它的指令长是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舱的驾驶员是巴兹·奥尔德林，而阿波罗飞船，也就是指令舱的驾驶员是迈克尔·柯林斯。1969年7月20日20点17分，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鹰号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着陆。6小时39分钟之后，阿姆斯特朗出舱，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奥尔德林在19分钟后也踏上了月球的表面。两个人在月球表面活动了135分钟，收集了 21.55 公斤的月岩样本。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表面停留了21小时36分钟之后，乘坐登月舱升空，与在环月轨道的阿波罗飞船哥伦比亚号实施对接，然后返回地面。需要说明的是，从阿波罗11号开始，一直到阿波罗17号，美国总共发射了7艘载人的阿波罗飞船，准备执行登月计划。但是阿波罗13号由于系统故障失败了，美国最终分6批将12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前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1964年8月，赫鲁晓夫确定了在67年第二季度实现载人绕月，并在68年实现载人登月的计划。但是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就下台了，他的继任者是格列日涅夫。新上任的领导人格列日涅夫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无暇顾及登月计划。到了1966年初，前苏联火箭方面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逝世，登月计划由继任者瓦西里·米申负责。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不管是从国家领导人还是从登月计划火箭的负责人来看，前苏联已经与美国拉开了差距。屏幕上右侧上方的照片就是著名的前苏联火箭专家 Sergei Korolev， 下面的照片就是科罗廖夫的继任者瓦西里·米申。后来的事实证明，米申不具备担任登月计划火箭总设计师的资格。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前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中，他们的登月飞船是一个怎么样的组成。屏幕左侧上方的视图显示的就是前苏联的载人登月飞船联盟 7K-LOK。 与美国的载人登月飞船不同，前苏联的载人登月飞船只有两名宇航员。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联盟 7K-LOK 飞船的后部，这是一个联盟飞船，在联盟飞船的前部是一个球形的 LOK 登月舱。屏幕中间上方的图片显示了 LOK 登月舱更详细的一些细节。 LOK 登月舱只能乘坐一名宇航员。在屏幕的右侧，我们看到的是前苏联准备执行载人登月计划的 N1 火箭。N1 火箭采用了30台 NK-15 液氧甲烷发动机，1967年11月几乎是和土星5号同时送上了发射台，但由于问题不断，直到1962年2月21日才点火首飞。火箭升空55秒以后爆炸，7月3日第二枚 N1 火箭点火升空，但是离地几十米后就回坐发射台，并且引发了强烈的爆炸，150人不幸蒙难，前苏联被迫取消了载人登月计划。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屏幕上方显示的就是前苏联的载人登月飞船和美国的阿波罗载人登月飞船。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宇宙飞船，也就是联盟 T7K 以及登月舱 LOK 这两个来比较，都要比美国的阿波罗飞船和美国的登月舱要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登月组是由三个人组成，而前苏联原计划的登月组是由两个人组成。但是不管是美国的载人登月流程，还是前苏联的载人登月流程，都是执行了组合体绕月、组合体分离、登月舱落月、登月舱返回、组合体对接、组合体分离、宇宙飞船返回这么一个流程。现在呢，请大家再来看一下屏幕，在我现在鼠标光标所指的这个呢，就是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土星五号运载火箭起飞重量接近3100吨，直到目前仍然是世界上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请大家再看一下屏幕，那么在屏幕上我现在光标所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左侧就是前苏联准备用于载人航天任务的 N1 火箭。 N1 火箭从起飞重量上看要大于土星五号运载火箭，但是 N1 火箭的运载能力只有95吨，而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超过了100吨，因此土星五号运载火箭仍然是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当然最近 SpaceX 公司的星舰马上就要发射，如果星舰发射成功，那么星舰将取代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成为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箭。谈到 N1 火箭，大家请先看一下屏幕的右侧，屏幕的右侧列出了 N1 火箭和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一个对比，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在左， N1 火箭在右。我们可以看到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实际上是一个三级火箭，这是一级、二级以及三级，而 N1 火箭实际上它是一个五级火箭，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一级是由5台发动机，我们可以简单的算，如果起飞重量是3000吨，那么5台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至少要达到600吨。而 N1 火箭我们可以看到底部有这么一圈发动机，总共是30台发动机，这在后来也被认为是 N1 火箭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技术还不足以支撑对30台发动机进行控制。过去航天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由于 N1 火箭使用了30台发动机，而当时的控制技术不足以支撑对这30台火箭发动机进行有效控制。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控制技术的能力在不断的提高， SpaceX 公司的重型猎鹰已经使用了27台发动机，并且取得了多次发射的成功，即将发射升空的星舰更是使用了37台发动机。我们现在的控制技术已经远不是70年代的控制技术可比了，因此新一代的火箭的设计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受限于发动机的数量不能太多这个瓶颈了。有关冯布劳恩和科罗廖夫的相互竞争的故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 BBC 公司在本世纪初发行的一个纪录片，叫做 Space Race， 好像是由7集还是8集，讲的就是美苏进行航天竞赛的事情。还有就是探索频道发行的一个叫做天才时代的纪录片，也讲到了科罗廖夫和冯布劳恩的航天竞赛。介绍完了载人登月计划，我利用下面的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星舰。星舰是目前来讲最有可能成为行星际载人飞船的航天器。星舰的总长呢是118米，它的第一级长度是68米，直径呢达到了9米，一级可装载的燃料就达到了3300吨。起飞的总质量呢接近6000吨。星舰最多一次可以运载100人进入太空。星舰的一级火箭长68米，直径9米，装了37台猛禽发动机。通过这37台猛禽发动机，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的控制技术
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星舰的二级火箭呢，长度是50米，直径呢达到了9米，自身的干重呢就达到了85吨，装载的推进剂量呢达到了1200吨。那么星舰火箭可以向月球轨道输送100吨的有效载荷。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的右上角，屏幕的右上角呢是 SpaceX 公司的另一个航天器，就是龙号飞船。我们可以看到龙号飞船它的直径大约只有4米，而星舰的直径是5米。龙飞船的长度，如果不算龙舰飞船底部的服务舱的话，大约呢只有五六米，而星舰的长度达到了50米。所以星舰是一个远大于龙飞船的航天器，它的成功也将对人类对太空的开发利用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好，有关于载人登月和行星际飞船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